岂不谬哉？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，先具猛力一切平除，收拾干干净净一个念头，只离会善一边去。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，不图报，不慕名，不论大小难易，即时落落，耐心行去。若力量不能行的，亦要勤勤恳恳，使慈善意圆满。第一要忍耐心，第二要永远心，皆不可自堕，皆不可自欺，久久行之，自有不测效验。君家是我，甚见前节，特以此意报之。速速免迟，可回天意。言毕，进入内室，公及其随之。至灶下，忽不见方护卫司命之神，因焚香叩谢。即于次日元旦，拜倒天地，誓改前非，力行善事，自别其号曰进义道人，是除诸妄也。出行之日，杂念纷尘，非离则堕，呼呼十日，依旧浮沉。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，叩头流血，发誓愿善念真诚，善力精进，倘有丝毫自宽，永堕地狱。每日清晨，遣诵大慈大悲圣号百声，以其音响。从此一言一动，一念一时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欺肆。凡一切有利于人，有济于物者，不论事之巨细，身之忙闲，人知之不知，力之既不济，皆欢喜行持，委屈成就而后止。随缘方便，广植因功。且以敦伦勤学，首先忍辱，与夫因果报应之言，逢人化导，为日不足。持之既熟，动则万善相随，静则一念不起。如是三年，年五十岁，乃万历二年，首辅张江陵居正位府则师，仍交口建功，遂聘赴京师。公妾眷以行，张敬功得品，为元历入国学。万历四年丙子，赴京应试，遂登科，四年中进士。一日夜内兼阳宫，阳令阳子五人出拜，内弟子年十六，公若熟其貌，问其疾，曰将有人。小时误入梁船，由依稀记姓氏于礼。公甚讶之，并托左足，则双至宛然。公大呼曰：“是我儿也！”杨亦惊愕，即送其子随公还语。公奔告夫人，夫人抚子大痛，血泪迸流。子一啼，捧母之面而视其目，双目复明。公悲其交集，遂不愿为官，辞江陵为籍。张高其意，后赠而还。公居乡，为善不立。其子娶妇，连生妻子皆育，悉似书香焉。公手书欲造神，并实行改过世，以训子孙。身享康寿八十八岁，人皆以为实行善事，为天之报矣。同理后学罗真迹，篇中云：收拾干干净净一个念头，只离会善一边去，此谓能无妄而得除妄之法也。盖为智人未能无思无虑，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若学者，定不能无思，思不善用，遂犹疑浮动，处处牵着，
而发之为妄想。欲平浮游，必须使心先有归者，归者便是定，定即身静，只理会善一边去，正归者处也。经学者具欲反之一静而使无，不若且时之一动而使有，无则摇摇荡荡，极难把捉。这妄具住，那妄复成，有心不思，即此便是思，纵强得来，亦是一个孤寂。有则专意致志，要做好人，要行善事，真切圆满，何等失落。道的念念皆善，自然一念不起。然则学者亦只有求成法耳，岂别有除妄法哉？疑心使皆挺时。附录四。功过格。费俄胡云：功过格甚精微，男女贫富皆可行之。且修饰修义，直接上根。受此格者，每日自记功过于历日上。一功绩，十功绩，百功绩，一过绩成，十过绩，百过绩。将功不过，算所余者未定，硕望本相告天，至满善愿而为相之。勤修不已，积至百，甚贤可成，神明清净，有愿必备，无福不争。前辈范文正、苏眉山、张惠公俱受此格，尽信奉行。于尊人的之余会稽陶家，葬事业光，保而行之。常奉此格化为金字，遂生活状元；又奉此格化为银字，生必采进士。唯见兄弟身俱不累，朝夕前奉，用特工之同志于一日定有十余功可修，积至半月，则于本等功外加计十功，为纯善也。中间若有一二事不合格，则不得令己。劝亲善，以一大事为十功，外人只当一功者，重亲善，重孝弟也。一日十功，半月又得增计，则一月可三百二十功，一年可四千功也。积之甚易，获报甚速。然须言自克责，为过必怒，不得降功数过也。所积功皆日用常行，不用钱财，故贫人妇女俱可行之。凡大悖、恶逆、杀人、偷盗、拜伦，及妇人横淫撒泼，越杀一生，度尽绝嗣，俱罪重恶极，不再过限。阁内俱家居常侍，凡大忠大孝，大节大义，及居观众会及民，一行可当万善者，亦不再攻陷。孝顺德，以化亲于道位第一。非生母能孝，功德有备。一日间，是父母公姑，扶劳承欢，亲常喜悦。义工赞成诸善，解怒疏忧。各仪式义工孝顺十五日，精进不倦。劝亲改过千善于大事。各十工化亲行人成德。百工亲伦理有回，劝化之至何乐。仪式百工，劳而怨，骄而惰，至亲怒。各一过未立七亲。忤逆真谨，教善不从，至亲惊忧。各时过祖亲善，缩亲恶，至亲为辱。酒烟亲酒，各百过，
何物格以化妇女有爱行善为第一，妇女能自和好行善，功有备。一日间，兄弟夫妻妯娌乌尽，相爱人劳推笔，赞成一善事，各一功和睦使你日不倦，劝一人改过千善以大事，各时功化一人行人成德，诸亲伦理有亏，劝化之至和睦，各百功不和悦，一过真敬禅放，顺妻子废孝弟，一世时过祖善赞恶，终身父母丈夫思宠弃妻，妻凌至夫俱百过，慈教德自幼教使交流善人为利益，非所生者能知，功有备，每日训子孙生殖，仁慈一体，不怒不纵，有大事教导见从，各义工辞教时五日不倦，见其长进，求得贤师友，化以善，各时工化一人至成德，百工各占己，一过教打骂人，占便宜，赞成其恶，据实作意越非己身，纵子孙成恶习惯，俱百过，宽下德，正身以教为第一，妇能使妾亦生育，功有备。一日间，宽必无何事妾，体恤艰苦，可怒不怒，善教之，各义工宽教时以日不倦，时工同事养徒，一体训化见从，一世时工化至忠信慈人，可仗以救济，一人百工咒骂冤打，各一过饥寒不恤，酷刑虐使，纵豪靡战奴婢，愿尊长，各时过度越侍妾，故奴婢不嫁娶，惨其之体，占用良家流落子女，兼以仆婢，占婢作妾，各百过，劝化格不言之化，即求贤为利益，化豪杰权贵，功有备，一日皆以恶扬善，常说果报劝人，义工劝人善见从，每事义工应施经教，即保义性定经法，每费百钱义工劝化时以日不倦，得一善人同心共化，解习辞诵，各时工化人伦理亲戚间和好，化一人至人孝，劝恶人改行，化荡子成家，立祖一大害人事，堪转即妙善事，具百功养过恶，解一思妻狂亦无时，见人恶不见祖，好谈以堵家去，各一过赞恶，说颂诬善人，又荡子掩一气，辨是非，各时过堪转一伤化此传，又善人为恶，破一人戒行，离见人骨肉，无人归捆，为师训弟子不尽心力，遂积撺多台下乐捐，各百户救济格以救未然，若到将然，必有不及救者矣，况已然乎？
故谓然而自妙。德越隐而功越大矣。及人数就众，力之所及，虽累百千，终有限量。为人数所救无穷，居官至民，有以加矣。为利益，善益，善求，富商远游，远游则多所欲，富商私有其私。此种人急需发心，祸报无量，皆可救人。善求，浮行水上也。一日间遇物折旧，求借不利，医药即付，方术疗一清病，留无归人一宿。各义工计饥寒乏绝，一世义工铸造桥、修路、设路、掘井、建立一种凉亭、施棺、施茶、施药，各百千义工赈济灾厄，扶持为病，方术国以重任，疗一客路人病，收养亦无一，就免一人流离，亦亦无主排骨，施得同除民遗害，百亿人冤，就亦有力报人身处生命。各时工时五日急急就报大命，亦走兽及大鱼鸟，如无以中小命折之，中命百，小鱼鸟小命千，虫虾螺鼠全者，时工枕机死。就亦逆服毒，劝人不逆子女堕胎见从，设法救养弃儿，完以妇女节，建设一仓一穴，畅修井吊桥梁险道，聚百公心一事，力及无穷，为无量功。欲一患告救，能救不救，见冤的白不白，杀虫月畜，妇人思师僧道，各一过破一人一婚，抛弃一人孩，迎一元师节妇女，教于烈，唱杀生，一病忘药，各时过至一人夫妇分散，破人流离失所，失一妇女节，逆杀子女，教人逆子女堕胎，见诸兵死，可救不救，私烹牛犬，偷杀畜牧，各百过心一事，害及无穷，为无量过。交财德，以觉私利便宜根为利益，贫者不贪牛为功。一日间交官卖买，俱从宽厚，早晚关税，各义工放债出当垫田，寄人为籍，不论利息，一世义工还余，百千义工十五日利物不倦，设平寨，绿香里平衡度豆腐，据时公设寨点人点七麦子及官姓令者，十众保孩人，各百工，客包利息，滥取非分，不问取一针一草，各一过程及多取，因公事事起诉，巧伪取财，被众受益，使用他钱，逆移，聚百千准一过即破穷债，亏心负财，两样趁斗，掺杂假伪，各时过缴业重债，阴谋破人产业，设局诱人不当，造假银，及之而行使者，
具百惑借名物化自肥，先前百惑奢俭格，以俭己能施为第一。富贵不淫，及妇女不争华事，功有累。一日间饮食衣服，肝胆祈福，行施济。贫者安心作业，不怨不贪。各一工十五日，绝烹杀，忍嗜欲，男夜女工，不须入衣食。化一人不奢靡，一家简朴好施。各十工，享用过丰，既图非分。各一过暴殄天物，百钱一过婚嫁于事过甚，月领半分。烹杀多品，各时过破产荡业。世才愚人妻女戏尽俊仆在家，志气淫邪。各百过，性情格，以受非辱变气质为利益。当时时境不改过，一日间敬老慈幼，亲爱同辈，忍辱受劳，贵贱平等，报恩解冤。听义而言，受义恒不称，受义报不变。各一工十五日不倦，变化一件气质。大事难忍而忍，各时工火气不生，再再欢喜，再再感化。百工傲慢筋骨，血窍坚强，恶口举咒，造一人混名，捏造歌谣，两舌离间人。复义曰：窃人之美，世事大小，大者其过十倍。虚言是恩，妇人好意由，多言会骂。各一过好谈归本，轻作其余，用机阴图，造谤诬陷一人，毁坏人成功。据实过长行斗送亲骨，磨媚巫蛊，摄心伤人。妇人磨制丈夫，具百过，敬慎格，以常对月效法为第一。一日间敬事神明祖先，或其亲福，求善缘，斋戒之诚。义工修制梵语，圣像，供佛，斋僧。百钱一工十字指焚化，百字一工十存想圣前仙佛，庄严在心，至十五日。时工至物内灵通，时时光明宝香流转肺腑，若游天宫，闻神矣。阐发贤圣经教，具百工，亵渎经典，作秽自止，亵唾不祭三光，祈福攘灾，不修善事，而许生劳厄怨。妇人好入庙院，各一过戏以诽谤圣贤，怠慢祖先，各时过打骂神明，会坏伴侣，唱说叛圣，具百过，存心格，以妄善无我为利益。一日间言行俱善，存心施济天下，化导众数，义工善与人同。改过日新，至十五日，时公思念不行，寡思习梦，身意越滚，至一月。百工常常如此，策达自然，存虚原意，为无量功。一念、贪念、恶念、嫉妒念、内视念，辗转不除。一过邪念，辗转数日，行之动作，时过。宋曰：
不出门，就患命。崇以随在服食，教臣子孙祭祀。是谓不出门，就患命。不废财，勤万功，孝有方便，立地可坐，忍辱存心，功德无量。是谓不废财，勤万功，不假法，度万人，赞扬善人，欢喜善事，贪客善书，兴起善念。是谓不假法，度万人。